颈椎病的自我锻炼方法。如闻医生特邀专家杨益民，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。造成颈椎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良的姿势，就像我们工作性质，我就是长时间的伏案工作，或者我就喜欢看手机，经常长时间的打麻将，或者说长时间的开长途的汽车，这些呢都是颈椎病好发的一些诱发因素。治疗它首先要避免掉这些诱发因素，在这基础之上，我们可以像网上讲的颈椎操啊，最基本的就是我们调整颈椎的姿势，哎，不断的变换这个姿势，让它肌肉松弛，看看房子的各个角，环顾四周啊，自己或者家里人轻轻的按摩一下颈部的肌肉，让它松弛。我们不推荐盲目的到外面去按摩。